分什么？粉笔、蜡笔啦。蜡笔跟你一样的颜色，颜色就要用，然后不一样的颜色就不要用。如果是黑色，如果涂到这上面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我只能擦爸爸皮鞋了。太多了，你用那一点点就好，只要吃上面一点辣就好。太多了啦，然后要怎么擦？打圆圈喽。打圆圈喽。把上面辣的擦掉。我忘记。这样就漂亮了。那你下面那么多？不然你这个有灰尘的话，你们家有那一个刷子，现在给我刷一刷。好，结束。这脚还没有洗。下面有狗毛啊。鞋底。